我问一嘴，先回答我呀。哇！他为什么在这摇着手跑？人哭，哎，人哭会互打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边不会倒俩呀？不，为什么会倒一个？小秀一下吧。大 B 怎么全人坤啊？这房间不会也是吧？这个不。疑似真人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呀？这不可能是人机吧？为什么他要这么玩呢？操！不，这个绝对不是人机啊！这个。操，他妈的乱走！你看这个长得就是真人啊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操作就像人机一样呀、啊。这个长得就是真人啊。干嘛、啊？我操，他妈全是人口，为什么呀？怎么着呢？接着空了我就捡了，怎么着呢？很轻松，一个瞬爆往左一拉，他就死了。我操，怎么还有这个？兄弟，赶紧杀了，他应该有自救。赶紧杀他，包有自救这个逼，兄弟，别给我，给我吧，别用了。哎，还有队友啊！老实了，服吗？顺着飞机声直接来这儿。啥操！你把人有点多了。